躺平，完全躺平，背地背着地，对对对，这样子没办法，不是背着地的，不要那么猥亵，是不是？OK， 好，今天我把人推倒了，直接跳起来，啪嚓，站到这个位置。好，以前看过我父亲比较久，看过我父亲表演过这个棒两发 over 啊，我不是练习拳道的，就不要用，骑上来到这边，骑着怎么办？嘿，你觉得这样打到会有很大的效果吗？抓可能比打击快，而且我穿着牛仔裤，好像抓不太容易。借你抓抓看。我有用这个方式敲他下。你像只敲得到底底耶，而且 OK， 我现在做一个假设，下来棒杠到这里，好怎么办？我现在做慢动作，让你去遐想那个感觉。好，中了，嘿，无效，试试看。你还有什么解决之道？起打，就是我现在这样子拉起来，对，一般。还有咧，你觉得敲到这一刹那有没有办法？就像你刚刚那样轻拍一下，你有没有办法阻止我这个全身力量的攻势？我是全身这样打下去，挡得住吗？你觉得？你刚刚那个手，哦，我现在做到这里就停，你感觉看看。哦，我再做一次，像这样的感觉，挡你能挡到多少？闪能闪掉多少？闪掉了一发以后，你还能做多少 ？OK， 我现在直接讲一个。我不敢讲说这个是逢人诟病，好，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在练习完美化，就像你刚刚做的，拍一下，挡一下，对啊，但我们这样做这边手借一下 ，OK， 哇棒这样 ，OK， 我们觉得好像有效，你觉得你真的这样子打在那个人身上，会有你想象这么强烈的效果吗？哦，当然，如果你每个都用伤劲，咚，那当然没办法。可是如果你在搏击当中人会动，你也会动，你打到的效果你能够到哪里？比赛过的人想一下。有像我们在道馆讲的 ，OK， 那个人站在那，棒，拜拜吗？这么酷吗？好像没有这么酷吧？对，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让这个酷变成事实？